下午这个人过来啊。 我跟老板说，我说马上要加气排了，我说这个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。像我们这里注意的问题很少的，都是太高手了。我这个线材是比较清晰的。这是专门配给你的？不是，是你买的，你一放在这就买的。不是配给你的。我是。 往这里再找一下。